诸位同学，请看《寄送》第二段啊，第二段，这个101首记的第11首，一切刹种中。世界不思议，我们先看这两句。那么第二段是重诵刹种所持的世界啊，种所持刹啊，总有91首记啊，多诵记文啊，这91记啊，多诵记文，前面所讲的。这个10大段的总结，但一二不同啊，就是第一首跟第二首，这里面讲到体，讲到形象啊，其余都同。再往下呢，总共分10段。那么这是第一段，我们先说说这个两句记的意思啊，一切刹种中，注意一切两个字，刹种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呐！啊，种是比喻，像植物啊，种子有能生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刹种啊，能生一切世界。啊，这个世界。无量无边呐，这个世界是大世界，不是一个星球，不是一个太阳系。啊，像佛经上讲的，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样的世界呢？大乘经上都说3000大千世界啊，3000大千学佛的同学都很熟悉了，不必再重复的说了。每一尊佛的教区就是他教学的范围，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它的组成呢有小千、中千、大千，我们称为3000大千。3000大千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不能搞错，啊，不能够误会。哦，这样大千世界只有3000个，那就错了。啊，无量无边呐！啊，这个地球，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这个大千世界现在叫娑婆世界，今时今处。
世界的名称，假名安立，确确实实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讲得好啊。名从哪里来的呢？此处此时啊，一切众生行业上来的。娑婆这个名称不好啊，这个名称是梵语，意思叫堪忍。那说白一点就是，哎，你真能忍受啊，就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这就很苦啊，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哎，你居然能够忍受得了啊。在今天啊，我们把范围缩小，讲到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确确实实，觉悟的人、明白的人见到我们，哎，你能忍受得了吗？忍受不了也得要忍受，这叫堪忍世界啊。凡愚称娑婆啊，阿弥陀佛那个教区那就好了，你看看人家那个世界的名号叫极乐世界，快乐达到究竟圆满呢，叫极乐一丝毫的苦都找不到啊！不但没有这个事，连这个名都没有啊，不善的名都没有，称为极乐，跟娑婆是两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是在无量无边佛刹里面呢，举两个例子，一个刹中里面像这样的佛刹图无量无边，又何况能生世界的刹中又是无量无边，这刹中到底是什么呢？同学们要记住，前面介绍过，刹中啊，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习气种子真的是无量无边呐！能变现出。与中西相应的现象，唯心能现，唯识能变呐。能现是平等的，能变呢是不平等的。因为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呢就是说不上善恶，同有果报，果报怎么形成呢？佛在经上说得好，欲缘就现前了，所以佛法
不说音声，他说语音声，这非常有道理啊。啊，音要没有语音，不能起现行。佛家讲转变，讲改造，凭什么呢？就凭这个缘，因上没有法子啊，缘上有办法啊。我希望祈求极乐世界啊，能不能往生呢？肯定能往生。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因我们有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连三途地狱众生都具足，只要遇到缘，极乐世界就现前了。所以佛在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说老实话，善根福德也是缘，缘有四大类呀，除了清因缘之外，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那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呐。所缘缘是善根呐，无间缘是福德了。那经上所讲的因缘是正上缘啊，诸位想想，你才了解为什么佛菩萨那么样重视语言声、语言起啊，重视这个语言字。这一切刹中当中无量无边的世界，夜夜世界都不可思议，这什么原因？众生的语言不一样嘛。啊，我们还以这两个世界来做比喻，极乐世界众生所缘缘，是阿弥陀佛的愿行啊，大愿大行啊，无间缘是对阿弥陀佛的愿行勇猛精进不退，正上缘是诸佛菩萨善巧方便应化教诲，这个缘都殊胜，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心想生啊，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娑婆世界，看看现今的娑婆世界，
我们看地球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现在的人所源源源什么？他所源的是财色名食睡。我们今天所看的无间缘是什么？不要命的去争取啊！竞争、斗争、战争。这是我们现今社会的，你看看一般芸芸众生，他们的无间缘，增上缘，生活环境当中，说不尽的诱惑。污染，这三类的缘都不好啊。变现的果报是什么呢？三途地狱。净土秽土同是人心造的呀！自信清净心中啊，本来都没有啊，染净都没有啊，都是自己起心动念的缘所变现出来的，这个缘就是法相唯识里面讲的识啊。于是世界不思议啊，这个世界大是讲到虚空法界，小讲到微尘。讲到起心动念，都不可思议。不思议，决定不是一句搪塞的话。不思议是给你讲，说明了事实真相。真相确确实实不思议。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文的后面，把向后91首偈的段落为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在这里把他这一段文念一遍，不必解释，到后面我们就能看到了。他说大文十段，第一段呢有28颂，名刹意有因缘。这个刹就是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像娑婆世界、极乐世界，这两个刹图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缘不相同。啊，什么因缘呢？这里面众生的因缘，居住在这个佛刹的众生，语言不相同，所以义正庄严，果报不一样啊。啊，这个大师这个文里面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确确实实为我们指出来了，即界中各个众生遍充满，下面说种种众生居故，众生居住在这个地区，即各个佛力所加持，智闻当见，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就看到了这几句话简单扼要。你看看众生的业力跟佛力融合起来，世界相续，业果相续，众生相续，这才叫真正事实真相。第二段呢，有两首颂，闲刹微喜，就是前面总结里面各个普去入，第三段呢有十首颂，说明世界的体性。戒闻就意见前进，这个总结里头虽然没有这个文，但是前面曾经提到讲到世界的体性。第四段呢有五首偈，说明世界各个庄严具。第五段呢有五首颂，说明各个庄严具无间断。第六啊，有十首颂，说明世界的形状。第七啊，有两首颂，说明各个界差别。这个界是时代，像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沉平的时代，有动乱的时代，有兴旺的时代，有衰败的时代，这个小地球如是，大的星系也如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年头不对了，不一样了。凡是众生造作的行业不相同啊，所感的报不一样。第八
有八首偈，说明个个佛出现。佛出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佛总是应众生的感，感应道教。众生实在讲，感从来没有见到。那么佛的应现呢，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感有无量无边的差别，因此诸佛菩萨应现呢，也有无量无边的差别。我们在前面经文介绍的时候，只是说了啊四大类呀，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明感显应，明感明应。只是说这四句纲领啊，每一句里头千差万别。故佛出现不一样啊。第九呢，有十首颂，光明就是总结里头，各个放宝光明，即各个光明云覆盖，这个也不一样。幕后一段有十一首颂，说明音声善悟，即各个言法海。因身善恶我们不难体会，有人言语态度非常柔和，谦虚恭敬善良，有些人言语态度很恶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遇到过的呀。佛说法，妖魔鬼怪也说法了，哪个众生不说法呢？说法善恶没有关系，关系在会听，你会不会听？你要会听，你能够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转迷为悟，你的会转呢，你要能转呢，那就跟善财童子一样，善财童子跟诸佛如来一样了。经上常讲啊，若能转无则通如来。我在讲习里头通常讲境界，若能转境呢，则通如来。
说讲转无，大家不好懂。我说转境界，诸位也比较容易领会。啊，境界有顺境，有逆境。人事境界里面有善缘，有恶缘。问题你要会转，能够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转成平等法界，那你就成功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他们的本事就在此地，他能转境啊。凡夫可怜呐，凡夫不会呀，不会就被境界所转。啊，换一句话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你起七情无欲，你会生起贪嗔痴慢烦恼习气，你随着境界跑了。佛菩萨这个本事了不起，他随顺境界里头把境界转过来了，通通转变成一真法界。前面我们读过，法界等无别，这了不起啊。我们学佛就要学这个本事，我们举个例子，别人回谤我们，别人侮辱我们，别人伤害我们，我们看到听到了，心里面就不平了，就起怨恨了，啊，那你就被境界转了。啊，你要知道啊，这个念头一生呢，这起心动念，这造业。明白人、觉悟人，这个境界现前，一点害处都没有。啊，他回谤我，他侮辱我，他伤害我，对我怎么样呢？有利益了，有大利益了。利益在哪里呢？我把境界转过来了，我没有丝毫嗔恚的心，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于是信德现前了，怎么不是好事呢？这世间还有什么好事比这更好的呢？没有这个境界，自己的性德显示不出来。这个境界一现前呢，自己的我们讲道德了，从这个地方明显的显示出来了。你的道德了，在提升的，这不是好事情吗？它不是往下降，
提升呐、啊，业障呢消除了。你看看有多少利益在其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的，不能不学。千万不可以像没有学佛以前一样随业流转，造作无量无边罪业，那就错了，真错了，大错了啊！人如仙人，被割离王各界身体，为我们上了一堂，究竟圆满忍辱波罗蜜的课程啊。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要能懂这个意思，也要效法他。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没有不能忍的。所以顺境善缘提升我们的境界，逆境恶缘同样也提升我们的境界。所以真正学佛人不仅是一生，生生世世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这个清凉大师在这两句偈啊，他老人家给我们提示，种种多端，故曰难思，世界不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这一首后半句，或成或有坏，或有以坏灭。这一段说明有染因，差有成坏，我们把这个经文再念下去，念成一段，我们略略地说明它的大意。譬如林中叶，有生亦有落，如是刹种中，世界有成坏。这个六句说明种的时间长，这个刹存在的时间短。他举的比喻很好啊，像这个树林，这个树存在的时间长久，树的叶
树上的花时间不长。这个现象我们很熟悉，春天树叶生起来了，长出来了，所以春生夏长啊，秋天呢它就落了，树叶就落了，冬天这个树上就没有树叶了。但是这个树呢，树存在，树的时间长，这个月初我们还在日本弘法我们看日本许许多多佛教的道场，树木保持得非常完整啊，1000多年的这个大树很多。但是那个树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树叶的这个生命不会超过1年啊。这个树干树枝啊，居然能生成几千年，把树比喻作插种，把叶花叶了比喻作佛刹，佛刹佛在经上讲啊，有尘住坏空啊，四大界。尘住坏空这四大界，就好像我们地球上的春夏秋冬四时啊。但是刹种啊，它在。它不受这个四大阶的凋零，这个就是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的种子常识，刹有成坏呀！像我们娑婆世界。有尘住坏空但是这个世界种存在的时间长那么种是极大的星系这个刹呢是小星系但是这个小星系不是像太阳系，那太阳系的这个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个里面讲的刹是讲娑婆世界那我们知道娑婆世界里面有多少个太阳系呢？有10万亿个太阳系太阳系是个小星系，我们讲单位世界这个世界寿命不长尘住坏空。就像我们一个人，人生好像是个大星系，插种，它能够存在几十年呢。但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每一个细胞，它存在的时间就不长了。有些细胞新陈代谢周期只有7天呢。
大的形象跟小的形象相仿佛啊。我们知道大的，对小的就明白了，知道小的，对大的也能觉察到了。再看第三首啊，这一段里面的第三首，譬如一林木啊，一树林，种种果差别，如是一刹种啊，种种众生住啊。啊，这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说，刹种随业，居刹有数啊。我后一首偈借归到业种，它为什么有种差数呢？我们再看底下，是譬如种子别生果过殊异啊，业力差别故，众生差不同啊。这个比喻好懂啊。桃树的种子跟杏树的种子就不同，杏树的种子跟李树的种子又不同啊。我们看这些果木树啊，种子不一样啊。那么在大的这个佛刹里面，各个佛刹不相同，什么原因呢？业力差别故。这一句我们要特别重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染业成就的呀，所以这个世界叫无著卧室啊。啊，无著卧室是果报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不善的因啊。我们现在听了释迦世尊的开示，知道啊有一个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那个地方所有的众生都是修净业。纯净纯善啊，所以那个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这不是业力差别故吗？那我们要怎样脱离无着卧室呢？那总是想想啊，你要想通了，想明白了，不造恶因，避开恶缘，这个是脱离无着卧室的不二法门呐！怎样得生弥陀净土呢？
我要认真修静业，心地纯净，不容丝毫不净夹杂。心行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果然能够修纯净纯善。这个是往生必具的条件。具足这样的条件，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的心愿德行是什么呢？大乘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这三经所说的就是啊，弥陀的心性。都在其中。我们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肯定往生了。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我们知道世界，各个世界依正庄严不一样，这个不是佛力加持不一样，佛力加持是平等的，众生的业力不一样啊。所以依正庄严的果报就不相同，大的世界如是，小我们个人也如是啊。人与人果报不相同啊，有人具足聪明智慧，福德庄严；有人愚痴啊，没有福报啊。是不是有福报的人得佛的保佑？没有福报的人没有得佛保佑呢？不是的，佛保佑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平等的。众生自己造业不相等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你果然明白了，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念念回过头来反省，一切众生智慧德能相好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差别？行业不相同。
要想想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性德相违背的，赶紧把它修正过来，这就对了。请接着看这一段的第五首偈。五六七是一个段落，我们一起念下去。譬如兴王宝，随心见众色，众生心净故，得见清净刹。第六首说，譬如大龙王，星云遍虚空，如是佛愿力，出生住国土，如幻思咒书，能现种种事，众生业力故，国土不思议。这个三首偈总名静音，就能感得静刹啊。那么翻过来呢，这不静的音呢，当然所感的就不静，这个刹土就不静啊。这先说静音非常重要，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第一句，譬如兴王宝，兴王法相宗里面讲的八识，八兴王，阿赖耶识是兴王之体，前其实是兴王的作用，所以也称之为兴王。摩那之主，第六意识分别。阿赖耶呢，含藏种子习气，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识造作，这是宝。为什么呢？能现能变，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种种不同，都是兴王变现出来的。所以第二句讲啊，随心见众色，众生心净故，得见清净刹。清净刹是果报，心净这是说的因，净宗常说
心经则佛土经。往生西方净土，第一个条件就是清净心。为什么要念佛？念佛的用意何在？不能不知道啊！不是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欢喜我了。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是修清净心的方法。心里面起心动念就不清净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自自然然的反应，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为什么说它是自然呢？习惯了。吴大德常讲嘛，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熏修，真的是毫不费力，眼见色，耳闻声，同时就起妄想分别之处，这是凡夫。佛现在教导我们回头，回头是岸呐。怎么回头呢？不要再随顺烦恼习气，也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决定不随顺妄想分别之处，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呢。清净心是真心的，真心不动啊，真心没有妄想，真心没有分别，真心没有执着。立妄想分别执着，真心现前。在哪里呢？在见色闻声，在嗅香肠胃，鼻嗅香，舌肠胃。你为修行在哪里？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修，决定不随境界所转，不被境界转，你就能转境界，你能转境界，就跟佛没有两样了。若能转进，则通如来。这个重要啊，不能不知道啊。既然知道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觉。我们今天讲高度的警觉，古大德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有高度的警觉，决定不能
把别人的不敬，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清净心里头，这是最糟糕的事情。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性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切众生不善的垃圾桶啊！你说你冤不冤枉？专门收集一切众生的污染，专门收集一切众生的不善，你这一生到这个世人间来就干这桩事情的，你要晓得这桩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三途地狱。换一句话说，你日常生活所干的就是造三途地狱之业，将来你得的果报不就是三途地狱吗？为什么这么愚痴呢？佛劝我们回头啊，十善业道经上讲的最好，里面有一段最精彩的开始，佛告龙王，龙王是我们大众的代表，为什么佛不告诉人王天王，要告龙王？龙善变，变幻莫测了，佛用它来表我们凡夫的念头，凡夫的念头变幻莫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有法则控制啊！佛用这个来表法，提醒我们，叫我们觉悟，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这一句话了不起啊！一切世间是十法界，菩萨有一法，你要注意到一法，一个方法能断一切世间苦。哦，这一法妙了，这一法重要了。这一法是什么呢？佛说昼夜常念善法，昼夜是不间断的，心里头只有善没有恶，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这一句岂不是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他观察善法了，他不观察恶法了。把一切恶法了，他有能力转变为善法。佛法里面讲的逆增上缘，就是把恶法转变成善法。后面又有一句重要的话嘱咐：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成功了。这个样子就能够令善法念念增长。能断一切世间苦啊！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没有觉悟？有没有回头？果然回头了，恭喜你！你从三途六道回过头来，你走成佛之道啊！如果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是非人火，还是贪嗔痴慢，那你是三途六道的老人啊。你不能回头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所干的，依然是三途六道之业。你怎么能离开六道轮回？你有什么能力呀？免如三恶道，中国古人有说：凡事之本，必先至善。佛菩萨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佛菩萨发大愿，要普度一切众生。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做起。那我们知道，不杀生是因，不受短命，残疾病痛的
苦报是果啊。我要想帮助一切众生离开这个苦果，我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修不杀生，修这个法，当然自己得到什么呢？健康长寿的果报。这个果报就是形象啊，要用这个果报来感化众生。你劝他不杀生，他未必相信的，你要拿出证据来给他看啊，证据，我这个样子就是证据。不但不杀生，永远不摄众生肉啊！啊，世间人讲：“哎呀，你不吃肉，肉都不吃，你好可怜呐！啊，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得这么苦啊？”世间人想错了，想歪了。我们跟他站在一起，在一起比一比呀。我一生不吃肉，一生不伤害一个众生，啊，一生没有做一桩对不起众生的事情，我心里多安呢，多快乐啊！啊，我比你健康，我比你长寿。我比你年轻，这个年轻是年龄相同，一个很容易老化，一个老化很缓慢，就显得年轻啊。你要做出来才行啊，拿出成果来给人看，人家才相信啊。不道德大富啊，决定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要晓得有心想占别人便宜，这个心是道心，这个心不清净啊。我们只有布施供养，绝对没有丝毫贪占便宜的念头啊，得的果报什么？大福。大富不是说有好大的富贵，不是这个意思。日常生活当中啊，样样不欠缺，样样都具足啊，这就是大富啊。四一得一，四十得十。
啊，没有淫欲的念头，容光焕发了。国报啊，都在这个形体上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学佛，佛门四众同学，在家出家，形象重要啊。就像现在商品里面讲求包装啊，包装漂亮啊，的形象要好啊。形象从哪里来的？修来的呀。菩萨成佛，这经上不常讲吗？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相好，为什么呢？要拿出成绩来给人看，人家才会相信。你拿不出成绩，别人不肯相信你啊！你成绩拿出来，人家见到了自然羡慕，他就心就动了啊，也想跟你学了。你才晓得这形象多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形象好啊，32相80种好，多生多劫修清净心，修善行所成就的。那我们今天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那个里面的佛菩萨以及所有的居民，心极清净，行极善良，你知道吗？我们的心行要不能做到纯净纯善，往生是一个希望，未必是事实啊。心地果然修到纯善啊，纯净，行为修到纯善，肯定往生啊，与释迦牟尼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自然然感应道教啊。去心行不善的不行啊。一切要从自己本身做起。这就是自度而后能度众生啊，自己未度而度众生无有是处，这佛在经上常说嘛。下面一句，这是讲的愿啊，佛的愿通因缘。譬如大龙王，星云变虚空啊，如是佛愿力出生诸国土啊，所以设方无量无边刹土，
得佛清净平等愿力的加持，这个国土啊才能相续。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这里面众生是善的，善多恶少，他的这个国土啊能够相续。如果这个国土里面的众生恶多善少，必定毁灭。许多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毁灭的。众生造作的业，恶多善少，这个世界还不毁灭，还继续存在，什么原因呢？佛的愿力加持。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作恶到了基础。所以世间许许多多宗教说，现代这个时代已经进入末日，距离世界末日啊越来越近了。但是佛法没有讲末日，可是佛法里面讲呢，这有灾难啊！啊，什么灾难呢？小三灾。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报告过，什么是小三灾呢？核武大战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啊。啊，战争的时间多长呢？佛经上讲的七天七夜。在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的地方都遭受核武的攻击，不是一处啊。现在这个核子弹跟早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所投的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是原子弹的雏形啊，刚刚发明的啊，这一颗是炸弹爆炸，死伤几十万人的，据统计大概是二三十万人。现在的核武威力比那个时候大多了啊！现在科学家估计一颗核子炸弹死伤的人数大概总在200万的。比广岛长崎要加10倍啊，我们
能够相信。这是直接上网的，间接受这个核辐射，小三在里面称之为瘟疫啊，疾病。你被这个光照了，照到了，虽然不是立刻就死，你的寿命只有7个月。所以佛经上讲啊，小三灾的第二个灾啊，就是这个核污染，时间是7个月零7天。那第三个灾难呢？饥饿。被炸的这个地区，7年7个月零7天，草木不生啊，人民要受饥饿之苦啊，没有粮食吃啊，水也污染啊，啊，这是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啊。佛经上没有讲世界毁灭，没有讲末日，但是讲的小三灾。这一桩事情，我在30年前第一次到日本长崎广岛去参观，明了的，当地人告诉我，确确实实到第8年地上才长草，我参观之后才明了佛经上讲的小三灾是怎么回事情，不是普通战争啊，地球上战争太多了，在二战期间中国跟日本打了8年不叫刀兵劫啊，那么7天的战争算是刀兵劫，这7天什么战争呢？核武战争，现在还加上生化，啊，所以如果没有佛的愿力，不得了。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总是想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啊。这个经文上举龙王星云变虚空做比喻，这个意思是讲佛的愿力庇佑诸佛国土啊，
是平等的。龙王行云下雨，绝对没有厚此薄彼，是平等的。你能接受多少，那是你自己的业力。佛经上常说嘛，大树它接受的水分就多，小草它接受的水分就少。众生个个业不一样嘛，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给大家看平等的，有人看了就有人看了不懂，这是个人的善根福德不一样，因缘相同啊。佛为一切众生说法，有些人听懂了觉悟了回头了，有些人听了之后依然不久。所以佛对众生的缘平等啊，众生得的利益真的是不相同。幕后这一首是讲敬业因，如幻思咒术能现种种事，这种比喻在大乘经上也很多，佛也常常讲。佛举比喻多半都是举眼前的事项，为什么？大家容易懂。变魔术，小朋友都很喜欢看嘛。大人也不例外啊。真的是雅俗共赏。但是我们知道它变得很巧妙，它不是真的全是假的，但是虽然是假的你看不出它是假的，它能现种种事啊。佛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众生业力，众生的业力就像幻思咒术一样，过途不思议，就像那个幻思能现种种事。那么这首偈，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名敬业因，说明敬业的因。三首都是着重在静心，静心感佛的愿力，祝福护念。祝福护念，
一定以清净心去干，佛则有应。一是讲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为事。平常我们遇到熟人，常常会问，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事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造作完了之后就叫业。学生在学校读书，在学习，天天在学习，学业。到这门功课学完了，毕业了。一个阶段成就之后叫戒业了。业是四之果，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待人接物，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善意，有恶业，有无忌业，阎浮提众生，地藏经上讲得好啊，善业少啊，恶业多啊，所以经上才说阎浮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罪是什么？恶业。恶业肯定要感恶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要修善业，决定不能造作恶业，善恶的标准佛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清楚。为什么呢？让我们容易记住，讲太多太复杂了，记不住。所以佛是用最简单、最容易记的标准呢，舍身业道，身体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在家学佛不邪淫，身三业，这个三业不但是善业也是敬业。怎么说是敬业呢？观无量寿佛经上讲敬业三福，头一条里头有慈心不杀了，修十善业，所以十善业是敬业。口有四条：不妄语、
决定不能欺骗众生。要记住，众生欺骗我可以，我绝不欺骗众生。为什么呢？众生走的路子是三途六道嘛，我现在走的路子是极乐世界啊，哪有造口业的人能往生极乐世界？没这回事情啊。我一定不忘，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呀！啊，挑拨是非的人不能往生，不绮语，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个事不能做，不握口。我可是说话很粗鲁，很难听。我们要学啊，一三业，三种清净业，不贪、不嗔、不痴，与事处世间法，永断。贪嗔痴慢，这成就敬业。大乘经上佛常讲，应戒生定，应定开慧。这个十条果然做到，你的心就定了，你的妄念呢就少了，心就清净了。心清净生智慧呀，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清净心生智慧，善心善行生福德了，诸佛如来，我们都尊称他为二足尊啊，那个足是圆满的，两种大圆满，两种究竟圆满，哪两种呢？智慧福德啊，那么清净心跟善行就是这两种的原因呢。你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修清净心得智慧，修善行啊，心行都善良，得福德了。那么由此可知，纯净之心，纯善之行，这叫成佛的大道。这是敬业的真因，
成就的国土不可思议，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华藏世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的报土不可思议。怎么成的呢？纯净纯善修成。我们一定要把目标放在这个地方，在生活当中修，在工作里面修，在处众里面修，跟一切大众相处，修清净心，修纯善的心，这个静音，这个三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